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这场何时对秦红秦帮主的一个对决啊。这场比赛应该是他们抢时当中打的这个最精彩的一局了哈，所以说特地给大家分享一下哈。这一波呢也是打得挺反转的哈，结局有点让人家想不到哈。我们看一下，这一次呢何时的八神啊本来很强，但是刚才被逼反边了啊，这次找到反击的机会。哎，这一次何时想过来掏下盘，直接中了一波六连。好，再掏一下哈，刚好打到一个晕值晕点的临界点，打晕，来一套拿下啊。我们继续看，啊，葵花，葵花就是压你跳，再继续葵，逼得很死啊，根本不给何池出手的机会啊，落地再抓。而且也是处理得很干净利落哈，就是求一个最大伤害，不跟你多逼逼。再继续，一碰就刚，可见这个帮主是打得非常的那个认真的啊，恨不得可以一手啊把他捏死啊。来看看何池的水门哈，何池的水门这一次能否杀人成功。拽到一个下 A， 帮主起身乱动了哈，他下 A 的话可以打延迟刷，好正风险，哇，跳低落地再抓哈，非常的紧凑啊，衔接的非常的好。暴气的猪啊，能量闪之后头上浮正，抓机会能力很强，头上浮三次再震，哇，有晕点啊！啊，刚好踹晕了，再直接给一套哈、啊，这一波很完美，拿下大猪啊！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是否能够反三了呢？啊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也是很精彩啊！不愧是一线顶以上的这个对局啊！哎，可以，跳低晃一波，落地直接拦，钉拦之上。但是何池现在也是有三颗气，帮子没气，但是这次被抓了两个小吊响震啊，没有震到，被迫小连脚暴气，能否求最大伤害，能否反三，哎，落地钉到了啊，但是这个钉的话血量不是很多啊，如果是地狱级的落是有可能反超的哈、啊、何池想要一波随缘震哈、啊、考虑了一下还是没有，喂，落地被反钉了，没有能够反三啊，最后一下刚好打乱洞啊。好的啊，喜欢的点点关注，关注修修，不要走丢。